这个进步班南锤这个脚步哈、哦，退回来以后，那我45度就可以了。荡上来，那我这个脚是往前跨还是往旁边右前？那往侧跨要不要肩宽？啊，往侧你这样的要不要肩宽？要不要这样有一个肩宽？对，要宽一点，要宽一点，要肩宽，再出来一点力就好了。这个可以了，对，是往前，那是一步，往前一步。那我这样跨进来的时候，这个就是要一斤宽，这是讲的进步那个板梁构成，讲的这个宽度都得定上。你这个上去，你这个比方说啊，回来了，我们这个是保护档啊，这个打45度，这个中间一个呢，那个手就打。当上去，这个手呢就要握拳了。这个上来，你就这样的过来，过了，过来，终于要移过来，用右的呢扳，来这个球一步宽了，看到吧？不是说这个地方非要这样一斤宽，那不行了。老师是因为那个黑皮书的那脚步啦，脚步图它是这样哈、哦，那踏下来是踏这样，撇过来，对，然后跨过来是跨这样啦。他要跨得到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到滑住滑车了啦。我有跟罗斯伯讨论啦、他那个就是滑，可能是地方不够大，所以他就往这边移。其实那个根本不必的啦。你想想看，那可以不可以？他为什么要这么画？现在都要修改啊，以后都要修改啊。那个我不说，希望不要去住那个牛角尖。我亲自给他修的，不知道吗？我没修正的这次数。我你就是什么人呢？这个画图过去是松枝接花的啊，这样的。